喊一声犹太哥哥，排位直接无脑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。那么这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把巅峰排位对局。那么这边队友现在喊了，那么我的话就没办法，只能玩小将啊。那么这边直接只有白描，那么是非常好。这六帮帮的话，一定要学会拉底的，看地上的看到后面炸弹啊。那么这样这个话，这边的话就最好跟他上二楼，上上下下，下下上上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结果没想到这帮帮非常非常聪明，传送我们到我们本体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那么我的本体才是真正的战斗力开始。那么开局车炸没关系，这边的话只是送你一个炸，笨蛋。我操！你这断开了，断慢了，我靠！为你疯来，只唱你爱、个白痛快，个痛快。我自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材。你的离开，哎操！你这不骗一下吗？眼泪打转，笑容灿烂。谢谢你啊，我坐车了，再见。为你覆埋，只唱你爱。哎呦哈，覆埋，只唱你爱。Goodbye 痛快 ，Goodbye 痛快。来吧！我是爱情里的废材。哟呵，下板救我！没找到下板，我说他会那啥，他不肯。多少了？在多少啊？32。压满救吧，压满救吧！摇铃铛摇太早了。他估计是想逼炸弹，你知道？危险一起救援，他让他套搏命，你知道？大富的，嘿，喂！喂，坐车不，大妹子？哎呦哈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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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疯狂喷涂鸦，你看棒棒，我去！两个飞人全走了，看有没有地窖啊？三个全走了，看有没有地窖。有地窖将会是一场绝杀。什么样的？没有地窖。哎呦呵，我操！撞死他！撞死他！撞死他！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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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！你耗没了。以后。哎呀，有地窖将会是一种绝杀，你知道。